大爷应该快来下了，你放心，大爷应该快刷到下面那边来。刷到了，刷到了，刷到了。小心点，这个狼狗将明星打得很痛的。经常挑衅啊。我先清个上千只，我再来过来吧，我先牵着那个弯鱼。哦，成了，我把他塔拆了。关羽大哥，这关羽怎么下马平 A 呀？明星赢来了，明星赢来了，明星赢跟狼狗在上。放了放了放了，武则天在上。操，大哥约塔，这武则天好像没闪，对面红刷了，狼狗等会等会，狼狗要去拿红的。狼狗去拿红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要来搞我了，看见没有？我大概十秒。那肯定是假剑仙，哇，这武则天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？哇操，我他妈怎么打不动他呀？
那狼狗在笑。吸一下，很开心。还行还行还行。你肯定会死的，我跟你讲。哎呦喂！我先溜了。见他，那个阿卡过来了。挺逗的呀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哇靠，妈妈被关羽推死了。你有一啥呀，王者真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，爱情不过是风雨到平淡仿佛没来过。我想起你了，爱情不过是一把伞下的争吵。哇，啥呀？是你太脆了。大哥，我操，我被四个人搂死了。这把怎么拆到高地去了？凉了，这马可凉了。小老弟还敢偷龙？我搞你，他们开不了的。你怎么这么点血啊，我操，大哥。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心。过来一点点血，一点懵逼。出个黑车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兄弟！这啥伤害啊？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假的吧？我感觉，我感觉我自己这伤害挺大的，就这么高。哇，自己都晕了。哎呀，想打我，兄弟，你别试试。小老弟，你怎么回事呀？哎，就这个，闭上眼还爱谁？我只是我心里的鬼。
短线美滋滋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来呀！你咋被秒啊？我不知道他杀的这么高，他怎么这么高的？他好重啊！我被他牵住了。我被那个明世隐牵住了。不管，我要他排位。来啊，那你开个房间。没心塞了，那等会儿吧。我操，按错了。住在这成人世界，忘记他对你说话，爱有时不绝对，奋不顾身到全身而退，谁只为感情一点余味，谁不是尝过细水长流，最后我靠，啥表情包呀？啊，你在了，你已经在了。天桥上加冕新装，神老婆他剑繁华，几身最热门排行，仿佛世界都变精装，当时间梦想成渣，喧哗为情也淡忘，现实供应的眼光，谁又能消费一世欣赏，关了灯的房间里头，另一个我在对我说，这个城市的
灯火不属于我，趁着摩天轮划过星空，顺势又降落。是什么成全了我？干嘛？你捏我干嘛？啊，心已经在了。啊？哎，青雨还有多久？云芝还有多久？那就还行吧。当时间蒙上尘沙，喧哗为星也淡忘，现实供应的眼光，谁又能消费一世欣赏。关了灯的房间里头，另一个我在对我说，这个城市的灯火不属于我，趁着摩天轮划过星空，顺势又降落。是什么成全我？怎么又吞吐了？有力拉拉我啊，原来潮流是一场幻境。他现在到33了，开了吧，3v3，找老弟。半小时，远啊，肯定远吗？2000、3000公里，从哪里到这？都不行，9000米了，我都倒掉了。我是吗？为什么我20小时可以到？肯定啊。可是梦都比我太厉害了，怕把别人啊，比我聪明吗？啊，比我聪明吗？打苹果是没骗子，我啊，好。我希望是渐起我这身败。等我一下，我才不说有什么。你计算30几？36啊？是我的魂，都把记住了。啊！对面不是你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如果你出现在这里，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。曾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，只为。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等到最后无路可退的人，还担心了。
拿我。我怎么也竞赛了？我33分钟，33，对，我要退一下，我要退一下。哇，我咋又竞赛了？你又竞赛了。我看一下，好像上去了。这手机感觉好卡呀！进来了。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我只为你奋不顾身的人。哎，怎么这么快？搬大桥。我前几天就被大财制裁了。对呀、啊，老是被大桥支配。随便呀，随便呀。双边加工单怎么样？踢一下很开心，没事儿。我不会玩鬼谷子，我会玩牛头。我还会张飞呀、啊。我张飞不溜吗？那我也会鬼谷子啊。啊，杨戬。夏侯渊，杨戬。鬼谷子呢？哎，重新开，重新开，重新开。对，有人顶号了。拿黑屏了，
咋中国呀？按照拍的是吧？这是没喝完的来着。我你怎么还说你不想哎，进了啊，我怎么成都小老弟了？三点水，我是啥子吗？有人？啥？啥？啊？啥啊？阿彪，三点水。真的吗？进了。都是六排的人是吗？又没进。六排。我知道那片金海会很危险。我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两种山月如针都随风去，海的尽头住着你。天文用双手换双翼，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？天地旁会有人从传说里，月光将思念看尽。可遇见了雷鸣后，我折了翼，别看我沉入海底。小老弟，你怎么回事儿？你要放
这些阿肯送的丘比特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眼睛有点痛。这个不知道。哎，这鸟怎么鞋都没脱？等会又有人不进。没撞到就不进。我不是房主啊，我不是房主啊。哦，
不是您支出去一下。为什么？那我现在要出去吗？都拍不到人怎么打？嗯，打行啊，轻易五十。哎，进了进了进了。怎么又没进？六排六排。很烦。我感觉掉了六百点的量，所以我这边策略很低，不知道为啥。刚才那边的没一个人，莫名其妙就六百点。还有啥呀？感觉等我排到吃饭也是这种操作。差几个门槛吧，你们四个，十四个，还差十六个。
你可以秒啊，秒了的话就直接找他们打架，他们就上路了。哎，又是六排的话，就六排，又是六排。要不你两排，我去单排。啊？什么？要不然排不到人啊。等会耗的耗的。给他们弄的心理积分都没了。这吕布就是战神。都凉了凉凉了。哎，他怎么杀了你啊？等一下回来给你打一炮。睡着了，等会谢谢可可啊送的按钮。哎，这下面是不是有名刀啊？这中腿裤子可以啊。那斗地主干嘛？我都，我好像，
要不把自己的苹果手机加个这个，我们那个边逗着边等着怎么样？来来来来来。啊。行行，不然你用这个，用这个待会儿去吃。欢乐斗地主还是什么斗地主啊？欢乐斗地主。哦。等我，等我。等我手机呢？你不寂寞，我不骚动。你在干嘛？是用自己手机逗，不是用这个直播的手机逗。我还没下载好。哎，你们咋打了打了一波了？为何总在寂寞的时候出现？不是吧，我斗地主我也可以啊。说话是会敷衍，假装看不见。哎，我下好了，我下好了，我下好了。怎样才能拒绝寂寞的缠绵，忍住拥抱你离开的背面，好吧我是个敷衍。我上号，我上号。拉我拉我拉我。怎样才能拒绝寂寞的缠绵，忍住拥抱你离开的背面。我拉你们，我拉你们，我拉你们。等会儿给你们发个链接。金链接，金链接，金链接，金链接。我们开房间了，我们三个人开房间嘛，我就做完整的房间。安排，安排。都来了吗？开始游戏。叫地主，叫地主，叫地主。玩 Live 的呀？对呀、啊。这是 Live 的吗？是呀、啊。好玩啊！是不？完了，我这牌有点垃圾。好垃圾的牌，我操！来来啥？我不出了。要不起？完了，我要被安排了，要不起。哎呀！啊！咋回事儿？完了，输了，输了，亮了。叫地主，再见。抢地主，我抢地主。
来，我这啥牌啊？哎，我这啥牌啊？等会打完这局，出牌。晕，开出。查一下，不出是不？出牌，呵呵。哦，我出错了，我靠！完了，我感觉这里又要凉。不出。这啥呀，要不起，要不起，丢勾，哇，我这个牌咋出啊，伤伤伤，不要，要不起，三个七是不？我出啥呢？哎。哎，我，你要冲吗？了不起！哎，你小老弟，你咋回事啊，小老弟？我出错了，我不该先出那个两个二的。出去吧。啊、哦。是那个经典的。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你们两个都进了，你快进来。打下我打这个要打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待会儿给你们看看牌，对吧？他没牌，我们也不看。咋看呀？咋看呀？他过来找你。我。你到时候牌进就不知道能不能上了。对啊。看我这 low 逼牌。low 逼牌。不抢了。把狼带狼冲啊，小老弟。看到我把他打残血了，他直接给你个三个人了。好垃圾呀、啊！哇，你知道你是不是猜的？没猜啊。好一个。
幸福，请对我微笑，我会看见到人海的那面。他已经对你很好，我能感觉得到，我亲爱的都忘了我曾说的天荒地老，他一定会比我好，一直对你很好。完了，我这个牌出不去了。啊，对子呢？要不起吗？出牌。要不起。哎 ，fuck。我怎么打不过呀？你看我牌。哎呦喂，三个扣！哎，我看一下啊。啥？三带一。完了，我变垃圾牌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牌就是小的。我没牌了呀。要不起，完了，咋的？我有对子，哦，这个要不起。你播了，可以，走三张，哈哈，行，哎呀，你来，哦，进去输了，有对子吗？有，他输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怎么有两个大王？王八对，两个。还有四个八。抢地主。哇，四个八就不该抢了。完了，这次要2-2，我操！他这个牌一下就出去了。他这个牌一下出去，出啥了？要不起。完了，没了。进了，又是导演组，哎，还缺一个，我这牌太烂了。哦，终于进了，我操！小老弟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啊！哦，我提示出牌的。
我再出一个。哦，出不了了，我只能出个 K。哎呦，我在打牌。关羽啊，我凉了凉了，没什么可出的了。快出牌！哦，那我也关机了，再见。我操！我等下别忘记选英雄了，我操！还有个中单是不？上上上上上，要武则天不？用武则天吧。我可以把那个貂蝉用纸条扎他一套。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。嗯，我的挂机退了。哎，我们为什么每次进游戏都有个这个的操作？踢啥东西啊？我老家。应该没有导演组吧？导演组也导演不到我们呀，我们打牌的。他会过来拿我们。要不给你来一刀？来来来来，给我来一刀。给你来一刀是吧？来一刀，然后我就丢个紫球直接清了。啊，你可以直接往前面劈，往塔前面劈，直接往前面劈就行了。好了好了。啊，你放多少？走走走走，我翻野去了。我抢到红了，我抢到红了，我抢到红了。没事，小小事儿。我把。我他妈把玄策两个也都抢了，这玄策心态崩了的话，哇，我他妈躲了他一个E，漏他，我躲了他一个E。在干啥？我说呢，哎，可以。哎呦喂，对面红要刷了。战士也，战士也，战士也。这波我有大，没事。这波我有大，这波我有大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我操！哦，在这里。操作失误，操作失误。
搂他搂他没事儿。两个残，对面打野残，对打野残，维护是死了，师傅，中线帮我管一下，我操！蓝还有多久啊？哇，张飞有点凶啊！敢欺负我们张飞飞？我小心老夫子，老夫子！等一下，等会儿。哇塞！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！我打个蓝，你别急。还在吗？这玄策心态崩了。大哥，别吃我中线。哎呀，他怎么又把我中线吃了？我靠！对面有人，对面有人。你拿，你拿，我有蓝，我有，我有蓝。哎，被我 A 死了。可以，可以。上路就一个老夫子，全部在下面。哎，只不过张飞还在里面。能打呀！小心大漠，小心大漠，大漠大漠一闪空了，大漠一闪空了。来搂他，搂他，搂他！我操，一点点血。操了个 DJ， 大哥你别吃我中线，我操！我他妈被吃了两三波中线了，我操！行，他红还有多久啊？我大海五秒，大海五秒，来来来，干他干他干他！来来搂他搂他搂他！我操，这他妈都没打中！我操，这他妈都没打中，不对劲儿啊！不是，我只求打中他了，我那个还没那个大，他是走出来了。我也不高啊，他在那个草丛里面，鬼谷子跟貂蝉在中路那个左草吧，左草是吧？对，师傅在左草里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貂蝉没大了，貂蝉没大了。我要拉蓝，我要拉蓝，我要拉蓝。我大海九秒。哎呀，我马上有大了，你们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飘，哎，没吃吃，半个大，没吃吃，就知道抢人头，我的五个助攻了，我的五个助攻了，师傅，救下张飞，不，老夫子在草丛里面，哎，往上走了。一位貂蝉没大了，师傅那搂他搂他搂他，这打没有一闪的吗？我操，一闪了，师傅一闪了，没了，师傅那我就皮了，我开始皮了，那一闪了，我在这面前一直晃。有这个貂蝉，这个貂蝉，这个貂蝉，再见，拜拜。哎哎，他没他，哎，他反正弄不死我，弄不死他，没大了，他没大了，搂他搂搂他。小逗逼，这大魔体就挺逗的。我们推吧，回去拿蓝了。小逗逼。你等会儿哦，你打个眼，你去吃波中线吧，我要打蓝。
小老弟，要大不？哦，你在上。你搭他。我操，跑了，算了。哎呀，我终于被两件掏了。不，不要脸，貂蝉不要脸的，懂不？貂蝉不要脸的。啊！这波打没有一闪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哇，你怎么被绑里面去了？打貂蝉，打貂蝉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哇塞！哇，这个龙哥人头狗！哇，大哥，我被快劈一刀，劈一刀！顶他一下，小心他勾，小心他勾 ！Nice。大魔怪了，你们大魔怪了，有两个别被绑了，这一又被绑了。完了，把装备搞死了，我靠！谢谢阿纯送的泡泡。哎，老夫子要往这边走了。哦，老没往那边走。达摩往达摩往大龙那里走了。往这边加。哎呦，这老夫子没大长啊。你差两个吗？我大还有四秒。你怎么死了呀？猥琐发育别浪。哎，鬼谷子空闪。我们两个在这碰了一下，我马上有大了。哇塞，貂蝉你还挺飘的呀，这个都没死。我拿盖兰，拿盖兰。你放屁！下路尾线，下路哦，下路，我去带下路。让我发一下你们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貂蝉玩个啥呀？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五点半吃饭啊！哎呦，等会儿就吃饭了呀！不吐泡泡，不吐泡泡，不吐泡泡，
不吐泡泡，不吐泡泡。五点半。好像不知道。不吐泡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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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登录后再访问。没办法，我不知道密码，我要登录一下。31下播，31下播，还有一分钟。嗯，那里面说的，下了吗？